这个字就是春游。好，从杨迪开始。去春游。答对。走，去春游。一下就把局限了。我真是很爱把人框死。走着去春游。哎。走着吧，去春游。你走着吧，去春游。你们走着吧，去春游。可以。你们仨走着吧，去春游。人事就这框死了哈。你们仨走着吧，去春游吗？哇，十个了哈，这还有五个字，再给你留个两三个。不是，你不是加三个，你。不是让你把它加满，你加一个字上去。敏涛姐要一己之力加四个。姐给你留两个。我想到最后就圆满了。最善良的不懂规则的嘉宾。我给你留一个。你们仨走着吧呢。敏涛姐就这样的水准还能加仨字吧呢。巴拿马呢？巴布拉姆的那个音乐会。巴拿马呢？你们仨走着吧，去春游了。我们本身有个妈，我们本来还有好几个字，你还给我们删去俩。其实是吗？你们仨走着吧，走着吧，去春游了吗？你们仨走着吧，去春游了吗？就行了，帮你加好了。哎，你加好了已经，这是。行，帮你加好了。行，好，那就这样了。对。你们仨走着吧，想去春游了吗？嗯。你们仨走着吧，很想去春游了吗？哦。我感觉像删掉了一些字呢。没有。啊，是吗？你再来一遍，杨迪。你们仨走着吧，很想去春游了吗？我知道了啊，还真是。你的手势也是不？你那个手，你这是跟着来的，你看到那手势没？就看见了。对的。瞎比划。那晨晨再加一个字就完事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还有两个字。很想去春游。哎，你们仨走着了吗？很不想去春游吗？对，这可以。所以玲姐最后一个。好，玲姐最后一个。你舔着脸在这儿。哦，姐，你最后一个。老弟，你把姐姐这个给说了。哇。我想到了。你们仨就很害怕那三个人。你们仨走着吗？很不想去。你们仨不走着吗？很不想去春游了吗？哇，这啥意思啊？我也没听懂什么意思。我这是一北京人，你们仨别走着了吗？对，不想去春游了吗？对。上菜，吃鸡。这我们刚才好大一个旋风上饶鸡腿。炒鸡。我先尝尝味儿啊！姐自己加一个，来了。这个非常适合看电视的时候，看我们节目，干嚼，像手撕牛肉。这个走地鸡，这个腿练的有点凶了，全是腱子肉。知道它的肌肉对不对？全是腱子肉。敏涛姐吃了没？哇，好吃，我觉得。我的牙缝很有牙缝。调味调得很好，真的好吃。